在小虫们短暂的一生里，时常为了一粒米、一个粪球、一只同类的尸体去争斗、掠夺、伪装。看到这些，自己争强好胜的心火也会慢慢熄灭下来。虫的世界就像镜子一样，不时地照见我自己和我的生活。有时还会想到，当我趴在地上看虫的时候，在我的头顶上是否还有另一个更高级的生命，就像我看虫一样，在悲悯地看着我呢？我是1991年来到了南京的。我毕业那一年呢，就非常巧合，这个南师大出版社呢需要一名美术编辑，就做设计的。当时我正好就是进了出版社做一名设计师。其实我大学里学的和我后来的专业差别是比较大的。我原来学的是绘画专业，而我毕业以后做的是设计工作。这两个之间虽然有距离，其实也很好，因为就是你换了一个专业之后，你的视角呀、思维方式呀，可能会和设计专业的同学呢会有一点不一样。比如说我的设计更偏绘画性，从美学思考的角度呢，会有很多中国画的那种构图啊，或者是审美的一些意识啊，会在我的设计里面。这可能就是我没有学设计而从事设计工作的一个比较明显的一个特征。小时候喜欢书，但是没有书看，最多就是小人书，但小人书要去花钱租书的。后来很多时候就自己画小人书，把自己想到的一些故事呀，把它画出来。那么当时因为没有颜料嘛，我就自己做了很多颜料，比如说大自然中寻找一些有色彩的一些植物的花卉，把它们捣成汁，然后呢用这些汁呢去当做一些颜料去画。因为我们的时候都在乡村度过自己的童年，你可能每天就是在大自然当中去奔跑、玩耍，看到很多蹦蹦跳跳的小动物，那么大到一些野兔子呀、小田鼠呀，小到一只昆虫啊，都是日常童年时候的玩伴。到了成年之后，我的兴趣点依然跟自然息息相关，包括像我工作室的周围的，我们都做了一定的保护，植物种类呢还比较丰富。一回首，一低头，蹲下来，不要动，慢慢的等待，它都会有各种各样的虫子在我们身边出现。那么这些东西都可以引起我的长时间的观察和记录。首先一开始并没有想出版一本书，因为我只是一些记录的文字和拍摄的一些图形。那么只不过是5年之后呢，你突然发现电脑里多了很多很多图画，自己的案头的本子上呢有很多都是写的关于虫子的一些故事的东西。那么后来就在出版社的这个邀约下就做了这本书。那每一个设计都会有不同的人不同的喜欢，那么从这旁我更多的是其实注重内容的设计，只不过在封面上有一点点的创意。因为很多人是怕虫子的，你真的把书的封面上印的各种各样的虫子，有的人会拒绝的。所以说我们不妨跟他开一个小玩笑，就是这本书他买到的时候他没有注意到封面里面还有虫子，那么他在打开看的时候仔细端详，发现有的虫子的触须啊、触角呀、腿啊从那个褶皱的缝隙里露出来，他会发现哦，原来这里藏着很多虫子。那么用这种幽默风趣的方式让他去接触虫子，这种形式可能会更有意思一点，也会消解他对虫子的恐惧吧。当我们的观念转变了，我们就会发现很多我们平时不注意的东西也会呈现着另外一种美。这就是要从平凡之处发现不一样的地方，这需要我们长期的一种感受、一种训练，你才会有这样的能力。因为每一件东西，不管你去欣赏它还是创造它，你都必须要有大量的时间注入到这里边。我坚守的还是从生命本身出发，从关照自然去思考，然后真诚地去表达自己看到的东西，给读者、给这个世界带来一些美，
带来一些善，带来一些深邃的一些视觉享受。南京首先它的自然环境非常好，我们可以知道南京的山呀、水啊、城墙啊、森林啊都很丰富。那么南京的人文环境也是非常的好，这里有很多著名的作家、艺术家，创造了很多伟大的艺术作品。如果说相对于对人文有情结的人，其实非常适合生活在南京这座城市。人们呢对各种各样的艺术形式都能够去接受它、去欣赏它，而且也有一定的这个空间和环境，提供给我们一些广大的文学艺术的从业者，在这里去找到自我、表达自我。首先，我们江苏就是出版大省，有很多的热衷于书籍探索的同行。我们每年的在南京的世界最美的书、中国最美的书，几乎都会有，每年都会有，而且也会引起国内同行以及一些读者的密切的关注。因为我们南京的很多的书籍设计师，都在不断的花时间、花精力去探索一些新的表达语言，还有南京本地的人文特色。可以说，我们既能够守住传统，又能在传统的土壤里去生根发芽、开花结果，这都是我们整个南京乃至江苏一些设计师们共同努力的结果。我希望我们依然能保持着我们很深厚的人文特色，必须把阅读放在第一位，把尊重文本放在第一位，把研究文本作为我们设计师必须具备的一个工作环节。我们也依然能够勇往直前，有一些与时俱进的新的面貌的出现，让南京永远稳重地站在历史的土壤里，同时也能够飞翔在现代的各种书籍的设计语言里，引起世界的关注。